这场明星有放水没有？乱讲！不要因为我现在有赢，你就在那边。这场是这个我们真实力较量。放水太明显，没有，没有。完了，现在我赢了也不相信。不是，他真的没有放水。这个真的没有放水，这个真的没有放水。杰克，你放的水已经淹到我家了，你有头绪吗？不可能，乱讲。今天是一个快乐的日子，有好玩的游戏，又有好的消息。你们想要先看哪一个？好消息的部分，来，你们看，讲多久了？终于给我验证了吧？之前早就说，明朝没料，大家不相信啊，在那边嘴我。那些明卫兵，我的天，现在我终于怎么样？扬眉吐气，是这样讲吗？好像有点不对啊。反正呢，就是我说的终于发生了。你看，早就说明朝迟早要下来，而且被谁打败？被汹涌海豚打败。你看，卖肉卖色就可以打爆明朝，三个礼拜就掉到第二名了。这能看吗？这多大资本做的游戏？有没有好几个亿？好几个亿做出来的游戏，只活了三个礼拜，就从第一名衰落到第二名。原本开服多少？200万人气。我比较关心 P5X 的排名，你们不要在那边关心一些这个后段班同学，人家就是怎么样，在蹲蹲一蹲的机会就上来了嘛。我看一下 P5X 现在56名嘛，也是维持在他原本水准。对啊，56名好歹有百大，巴哈什么样的网站你知道吗？巴哈每天几百万人浏览的网站，然后你在这边有前百名，其实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，好不好？不就野鸡网站？我们在这个明朝好的时候，它可以批判为野鸡网站，但在明朝不好的时候，巴哈就有一定的这个参考价值。那你再看看这个原神，原神四年游戏了，我一直在15名。再给你们看一个有趣的，我在明朝的版里面找到了一篇文章，才三个星期人气就被超越了。这是我的小账是不是？又开小账出来。如题，明朝才开服三个礼拜，哈拉区第一名头衔就没了，被一个卖肉的游戏给超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库洛真的要好好负责。张草旗太长，资源给的太少，深海用蓝刷，银铃 bug 又多，一堆人不退坑才怪哦。重点是绝区零还没出，就这样子。明朝加油好吗？没有错。说的太好了，说的全部都是我的这个肺腑之言，都是我的心声。这个虽然很多这个明卫兵批判他，但是不要害怕，我们米卫兵站在一起，我们身为这个米家伙伴，给你一个 GP。杰哥上大号讲话了吗？这个账号有看台吗？我他妈也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看台？东方红同学是他妈的有在偷看我台。杰哥每天这样会不会人格分裂？老实讲，真的是有点人格分裂哦。对，总之呢，明朝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拿到了装备，但我不知道结果，这个非常的不爽。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改两个方向，一个是你骰的这个资源要多，而且要一等就可以骰，我觉得这样比较重要。因为我觉得在开奖的时候啊，这个爽度还是不错的。我当时在那个开台的时候啊，这个开奖最后一个词条，要爆伤有爆伤，当下就觉得这个过程还挺过瘾的。有这个开词条这个过程其实 OK， 但是东西要给的够多。顾洛该高薪聘请杰哥了，真的是该高薪聘请杰哥了。你不是说一直不好玩又一直玩口嫌体正直？我没有玩啊，我就蹭而已啊。我们为了要锐评我们的明朝，我必须要深度游玩嘛，对不对？我如果不认真的这个好好体验一下，我怎么锐评他？我今天怎么可以做出这么犀利的批判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处处踩在他的痛点上？这就是因为我有深度的游玩嘛。趁原神比较实在，没有啦，主要是我玩原神没人看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大家就很奇怪，看我玩明朝就愿意看，我玩原神就不愿意看。原神太好玩了，自己玩就好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看粪game的逻辑。原神好玩怎么样？原神好玩自己玩，但不好玩的游戏呢？不好玩的游戏让实况组玩啊。我懂了，我觉得你们说的确实，你们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。这个是我今天在这个下载榜找到的，居然有咒术回战，看起来太棒了吧！ 2.5 是 T0 吗？问就是 T2.5 抽卡，他抽卡画面还稍微有做，看，他有做抽卡画面呢，这真的不是盗什么东西的吗？他连抽到角色都还有一些展示画面呢。平常这种盗版游戏就是抽到卡，然后就是跳一张图就跳这样而已。
脸很怪，脸很怪是脸很怪，这倒还好。我觉得他有做这个抽卡的演出，我比较意外哦。脸很怪算不意外，比正版还用心。我其实没有玩过他正版的手游，我不确定他正版到底多用心。他刚刚那一段一般正版手游才会有的抽卡画面，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吗？正版的游戏都把钱拿去买授权了，所以没办法那么用心。我们最近玩那个排球少年，看起来比盗版还要盗版。我懂了，这款是正版，没有盗版的才能这样。正版的抽卡画面呢，只能跳一张卡出来就没了。盗版的才有时间去做抽卡动画。看过杰哥的直播，知道要做抽卡动画了。盗版不用心，要怎么跟人竞争？连盗版都在内卷，玩法就是类建元。虽然是盗版，但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新手教学太凑场了吧？哎，很多正版游戏新手教学也是这么凑场。你是说露营吗？没有错。哎，你们知道摇曳露营要出一个三消游戏吗？他们终于搞清楚不应该出太复杂的游戏。摇曳露营现在的状况有改善吗？真假？一样坐牢打哟。杰哥封面在一小时，不是、啊？你们是一天看手游快筛是不是？手游快筛本来就是玩各种奇奇怪怪的手游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我们本来就不会只玩一款手游。你们都是初见安安是不是？你们都是第一次来观众是不是？我第一次来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投票？第一次来怎么知道可以投票了？我是看杰哥玩明朝来的，可以扬了他吗？等一下吧，给他一点机会。加速可以加了吗？还不行，要十等或 VIP 一。我是看动画评论来的，那你来错地方咯。哇，有配音，这游戏有配音哎。初见安安，这位是平常一直玩明朝的主播吗？不是。这游戏是挺用心的呢，素挪有够假，确实。这是正版的吧？这真的不是正版的吗？有没有普抽？哈，给太少了吧？只有420颗，可以单抽，只能一抽，太可怜了吧？这个抽卡画面好到可以去当正版游戏的抽卡画面欸，抽到一个小废物，看他四颗星，这只有四颗星，再来抽，抽完收工。抽完换你打素挪，抽到你就去打素挪。SSR Plus 凉面素挪，凉面好吃，肯定是要575。这个真的是他妈盗版的吗？是不是有点太用心了？正版游戏可不可以学一下？对，五条悟 SSR 不是 U 啊，确实确实，以古大于五条悟。毕竟只是凡夫啊，这个制作组是有跟上时代的，版权与否跟用心程度成反比，真的好用心哦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最喜欢伏黑圣儿，好帅！啊，这个很，你只是个路人，你只配 SR， 你知道吗？路人嘛，很合理，所以你只有 SR， 只不过是个强壮了一点的路人 ，SSR 还是比较尊贵的，他 SSR。我觉得这个游戏这个稀有度的分配上哦，充满了恶意，或者说怎么说呢？非常的了解内梗，这个营运是有在看的，这个营运是真爱啊！哎，我们吉野顺平哎会使用这个有毒的水母 SSR 没有问题，这个强壮路人 SR 这个分配哦非常的合理，真正的咒术粉用心程度再上了一个档次，是新时代的宝贝大联盟。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说，这一款强的点不是动画做的还算有点样子，我觉得它在这个稀有度的分配上哦，更让我感到惊艳，真的是了不起，很用心知道观众在想什么。这个动画做的还不错哎，这个真的不是从哪里抠过来的吗？这个精华区可以留言一下哦，如果你知道它的这个动画是从哪里抠过来的，可以让我知道一下。我真的是很怀疑这个盗版制作组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动画吗？结算，喂，你们这什么意思？这是盗版的游戏耶，没有经过正版授权，你们居然给他57%的阴性，42%阳性，277人投票，我真的是必须要强力谴责你们这些人，非常的糟糕哦。希望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，大家要支持正版。那明朝是盗版的原神吗？没有错，明朝就是盗版的原神，非常的坏。今天就带你们来玩玩一款即将要推出的，但这个目前还在预约注册当中。我们下方资讯栏还有这个我们机线有在推播，你们可以拿一下机线推播的。
这个我们今天玩这款《我在异界当魔王》，它是一个横向的动作游戏。那今天呢，这个厂商希望我玩这个气功师。为什么玩气功师呢？因为各位单机老人啊，相信喜欢轻松的玩游戏。那这个气功师呢，强的就是这个可以远距离输出、大范围输出，虽然血比较少啊，但输出高。这个点一个键，然后就丢丢丢的用气功把敌人炸死。那这个气功师后面还可以转哦，他可以转职，他每个角色都有两个职业可以选。那你看这个气功师，他有这个念皇跟五级这两个职业可以转。那这个五级看起来可能比较近战一点，我不是很确定。但我们今天要试玩的呢是这个念皇，那就是有很多这个咻咻咻的炫炮技能。那我们今天来试玩一下，然后我们念皇呢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按技能，远距离输出，哎，直接在远程发气功就可以打死人了。这就是这角色优点的地方。然后呢，这个念皇啊。他的技能有一个被动技，他的被动技呢是按三个技能之后，他会有一个 buff 状态，会帮你下一个招式增加 50% 的增伤。所以你可以先这个一技，然后二技、三技，然后放完之后呢，再点自己的大输出技能。看你当下情况要用什么比较大的技能，像这个 CD 36秒就是大招型的。所以你可以先放完三招之后，得到这个 buff， 然后再用比较强烈的技能。这就是念皇输出方式。那你不要看这个好像远远的输出，哎，都没事。这个你很容易被敌人打到之后，一直被打，一直被打，就一直被连断。哎，所以你适时的也要帮自己加一些可以保命的技能。哎，像这个，这个是可以攻击周边的敌人，然后还可以给你一个 20% 的减伤，帮你加个 20% 防御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是可以把敌人控制住的控制技。所以像控制技啊，然后这种远程，哎，远远的猥琐你的敌人。然后或者是这个你开这个强化技能，然后再开这个会变追踪的光速，你就可以远远的躲，哎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虽然呢这个近身很弱，但是你远远的根本连人都看不到，直接气功把他打死就好了。哎，这就是我们念皇的玩法。好，那我们来打一下这个游戏的这个副本，简单的试打一下给大家看。厂商知道我喜欢用男的，我好像也不能否认，我确实是玩大部分游戏用男角很多。这是官方借我试用的高等账号，敌人大部分都打一拳就死，但你正常来打是不会那么轻松的。这是普攻，然后正常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远程的来射射敌人就好。然后这个是爆破的。好不好，直接扫过去非常爽，因为我现在等级比较高，炸一下全躺。但主要是示范一下这个角色大概怎么玩。那你看我刚被打，他还是会一直往后倒，所以其实被打还是很危险。然后第一波怪来，这个倒数三秒，我上次就站在怪群里面被怪围殴，然后他就一直卡着我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学会了这个技能，我先放好，他出来的时候直接把他炸起来。然后当你被敌人这个打到的时候啊，你还是可以按这个闪避。但他闪避呢是要 CD 的，你看他还要 CD， 有时候我是会把它稍微扣着一下啦，尽量不随便用。这个就是我们副本的玩法。等一下，来，怪怪的，不可能输吧？我这个账号很猛的，不可能输在这吧？等一下，喝个水。会赢的，不可能输。哎，有没有？节目效果。这个节目效果啊，这个刚刚大家说这个都一发就死，不好玩。我们现在展示这个没有一发就死的怪，好不好？感觉可以再往上面挑战。那你前面一关打三个 S 之后，就可以再打往下打一个，再往下打一个，没有输，好不好？怪的，这一只是不是有点硬啊？哎呦，有在消他血，啊，就快了，啊，倒了，不是，我刚以为怪怪的，我是不是打不太动他？血被柱子挡住了，我刚不是很确定，我到底打他到底有没有伤害？我打空招了，没有，不可能。这个副本呢，就给你打一些比较高等的装备，像你刚打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刷到紫装嘛。像这边会告诉你可以打这个40到50级的神器，这样打这边可以打史诗装备啊，这样子。那你要打到更好的话呢，就要打后面这个组团的副本，这样这主要就是刷装备的。好了，那这个游戏哦，除了刚刚刷刷刷以外呢，我们还有什么？还能 PVP 好不好？这个大家最喜欢什么？打完怪之后，
还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技术。这个我们有安排一位暗装来跟我 PK， 用官方账号虐人家没有，他也是拿官方账号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们是公平对战，公平对战，不可能输。示范，我远远的，连他在哪我都不要知道，我就远远的猥琐他。放了三个技能之后怎么样？放了三个技能，伤害提高，赶快再放一个技能，这个技能伤害提高50%，被打到赶快先瞬移，好不好？我连他在哪我都不知道，这就是我的玩法。走开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先躲一下。好卑鄙啊，杰，拜拜。这就是我喜欢这游戏的地方，不要看到他，他在你的视野里面，你就是危险的。然后加个防，逃跑，还可以叫我的伙伴出来，远远的，远远的。好，放三个技能，准备，哎，开大。好，他现在过不来，他过不来之后，远远的继续，千万不要看到他。哎呀，我被贴身了，这就是聂荒危险的地方。虽然我刚刚看起来很猥琐，但是一个不小心被贴身怎么样就没了，这就是聂皇强大但是又危险的地方。哎，这个暗装我们今天还说这个认真打就好，不一定要让我赢，虽然是工伤我们也没有一定要赢，但也不是真的叫你赢啊，你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？我不是叫你真的赢的意思。好了，没有开玩笑的，可以赢可以赢可以赢。这个脱离演出的部分，但是我们再一把，不是因为打输而不开心，我们是因为还需要展示更多游戏内容。因为我刚还要一边讲解这个念皇我要干嘛，按技能开追踪雷电有没有？哎，完了，他不动是不是？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动哦，你不要放水哦，你放水我会生气哦。不要放水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哎，等一下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等一下。远程雷电放，追踪放一下，追踪放一下，那个控场放中间。这个控场再放一个，远远的，远远的，远远的，他在等我，他在等我跑。地上放一个，再放一个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好痛啊，好痛。有，我在输出哦，我在输出。这场明显有放水，没有乱讲，你不要因为我现在有赢，你就在那边。这场是这个我们真实力较量，然后快赢了，快赢了。放水太明显，没有，完了，现在我赢了也不相信。不是，他真的没有放水，这个真的没有放水。杰哥，你放的水已经淹到我家了，你有头绪吗？不可能，乱讲。这个我们刚刚哦，因为这个第一场还在暖手，第二场我们是这个认真打。爸爸给压力了，乱讲。哎呀，好了，总之呢，这个如果你喜欢这个横向动作，然后刷宝游戏有丰富的技能，我跟你讲，他的技能真是丰富到不行，一大串，而且你还可以洗掉重配一组。你想要配个两组也行，因为它不是每一组，你不是每一个技能都点得满嘛，所以你可以点这个一套拿来 PVP 用啊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讲。刚刚为什么输？因为我没有特地去优化一套 PVP 用的。我刚很多技能哦，它还是为了 PVE 刷宝用的。所以你看我在那边放一堆这个很方便这个刷宝的技能，然后喜欢挑战自己的技术跟玩家 PK 的，哎，这个可以来事前注册我们的我在异界当魔王。这个我们置顶连接，我们下方资讯栏全部都可以这个预先注册。那什么时候出？这个静待我告知你各位，或者是注意这个我的消息。好了，这个我们今天工商环节就到这边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游戏，那我们就开到这边。